哎，你什么都没做呀！你这个你拿去。好，我送给幼慈啊。不是，其实你要变身。Melon Power。Melon Power。就是我这个要用这个的。Melon Power。为什么还有假面骑士凯武？他也是啊，还有一个小屁孩。小屁孩是在这个上面的。我们本来就以为海绵宝宝绝对不可能拿到驾照，而且永远都不放弃，永不放弃。你看，对他很有信心，可是我。真的耶，我们顺便还可以做栅栏吗？好像太挤了吧。对。饿。留下个人资料，就有机会获得日本飞行船之船绿野仙踪台北厂。